对啊，这上面写的带啊。哎，老实讲，我完全看不出来女主角是那种看到那个啊，那个有人在她面前杀人，就会做心理治疗的人呢。你看她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来啊。其实，某国王嘛，对嘛，我没记错，我记得是国王的样子。哦，这里有东西，像弄杀人案件。叉叉年，叉叉月，叉叉鱼，叉叉州的叉叉州，叉叉地方，再一次发现了遗体，在镇上的暗巷发现了附近的居民遗体，虽然看得出是十几岁的少年，但身份仍不明。遗体受到严重刀伤，目前以连续杀人案件的方向进行搜索。连续杀人案件？哦，他似乎知道什么。哦，有红黑色的某个东西飞溅的污痕。铁锈臭味，每个地方，这个地方每个楼层都各自配属了适合的人。释迦牟尼佛，我不确定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因为我只知道它是佛家的典故，所以正确的那个是谁，我真的忘记了。但我记得是某个国王啊，释迦牟尼佛好像是王子吧，悉达多王子吧，他后来。没有继承王位就直接出家了，我基本没错的话。该人被规定好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楼层，若是不想被该楼层之人杀害，只能上其他楼层杀害。所以这边是有人会随时宰了我们，是不是？钥匙？因为左边深处的门上没有钥匙孔，是那边以外的门吗？有涂鸦，明明是在建筑物里，却像是在真的巷弄里似的。所以这边是还有其他人，是不是？然后随时会来宰了我们这样，不要吧，不要这样子搞啊！不能在这里用的钥匙 B6 啊，下面那个。为什么？为什么明明就只是？明明就只是来个医院，然后也要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了。会不会他们说的什么巷弄杀人魔，就是从这边开始搞了？他其实是遇到连续杀人事件的凶手这样。最下楼层是地下室对吧？一般来说是的，没有错。这是一般来看呐，对，那这个是不是一般来看呢？我觉得可以当作一般来看，所以你知道的。使用钥匙后门就开了。Hey, like forever， 你好，安安。哦，这里是又有新的连续杀人鬼。叉叉年，叉叉月，叉叉日，于叉叉周的叉叉的工厂内，发现了约翰·史密西26岁的遗体，因其身上的切割伤，此事被视为在镇上引起骚动的连续杀人鬼所为。在这间工厂工作的约翰·史密西26岁，是位勤勉向上的认真好青年，那就这就合理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应该说刮胡26岁这样比较好玩。发生了事件的时间点逗号，据传是他得意的和同事说了上引号明天就会领到新车的下引号的隔天句号，然后那个是减号吗？随便啦，我不知道那什么号，三节号。毫无脉络的杀人现象使整个镇陷入一片恐惧。这里是大楼的室内对吧？某种药剂，哦，好想快点从这里出去。没有水流出来，放置着一个大箱子的生锈无法打开，空的，空的，空的 ，OK。里头收纳着像是工作服的东西，好像保存了些什么的柜子，但被紧紧关着。这也是。会不会这个里的鬼是那个想领新车的那个约翰史密西啊？是史密西吗？好像是啊，还是刮胡26岁那一个啦。工厂设备用的码表没在运转。
搞不好我们这边会遇到杀人的是那个什么史密斯，越来越知道杀人犯是谁，是这样子吗？六神，您真是怎么讲？那个什么星了，忘记了，反正就是，推理能力十分高强啊，再世福尔摩斯啊，只单单看几条线索就能评断出杀人凶手是谁。可是对，你要想哦，我要先揪出你那个推理当中的疑点。他杀的人当中有男孩，也有男生，26岁的。对，那据我们所知道，那个犯人嘛，他可能会锁定的目标应该是那个小女孩那一种等级的。对，所以我也蛮怀疑到底是不是，除非他换口味了啦。对不起，希望他不会那个宰了我。大箱子留下一包袋装点心，获得袋装点心。明明是这么大的箱子，却已经空了，什么都没有。像我这样的体型，好像可以很自然的躲进去呢。OK，这是在给我们提示说，等一下可以躲进去了。等一下应该要躲藏了，我觉得。过期的罐头和调味料，什么都没放。哦，生锈了，无法打开。哦，对。犯人一定是地下室啊，兰斯洛恩，没有啊，地下室不是一向以攻击小女孩为乐吗？完了，我要越描越黑，救命啊！我觉得我越描越黑，怎么办？原本有想要帮忙讲话，然后就变得好像在那个。乱讲呀！他会吃这个吗？撕开了点心袋。他的翅膀红的，受伤了吗？他受伤了，有一边的翅膀上都是血。来，你要吃这个吗？为萝莉杀男人 ，Alright，如果要这么解释也可以啊，太好了，可以全部吃掉，没有关系哦，好可爱哦，吃了东西，但还是飞不起来呢，得治疗它才行，没关系的，乖乖别动哦，恶意抹黑没有，没，这样就好了，但我还是很担心，所以要带你一起走哦。得到了受伤的小鸟，我觉得那小鸟好像不想跟你走，我觉得那小鸟好像不想跟你走，你确定吗？而且他是用裁缝道具帮他把伤口缝起来。Oh my god，正常人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吧？正常人会拿。从对面传来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小鸟很害怕。紧急粮食 get 通道被，不可以逃啦，很危险的。没关系的哦，不用怕哦，疼死了，真的。还在逃，等一下。哎，史盖恩安，这是你第十三次第一次来。我都要帮你做统计，铁卷门哦，这是铁卷门哦，我以为是什么砖块之类的。你很烦欸你。不要怕哦，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去吧，好吗？好了。快点来这里！你刚才露出了很开心的表情了吧？但现在就是绝望啦！我从现在开始倒数3秒，所以啊，你就逃给我看吧，然后边哭边叫，求我饶命吧！那副绝望的表情，
再给我多一点。Flow， 哎、欸，我没看到他名字啊。哦，欸、速度有点快，这家伙。得躲去哪里才行 ？No！ 啊，那家伙跑哪去了？在这房间里吗？门锁住了，打开算了。小妞死了，对啊。妈的，还好不是我亲自过去啊，不然我看到小妞死掉会崩溃啊。这要躲进去可以哦，怎么还要听完他讲完废话？谁知道？谁知道？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听他讲完废话才能行动？因为他说他那个箱子很大，然后大到他躲进去都没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嗯，很好，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躲得进去的，应该是需要躲的。离开了，因为这个世界的规矩是讲文化才能攻击，是这样子吗？没有回来呢。哎，好三安哦，得在被那个发现前从这里出去，要是被抓到，大概会。那只小鸟已经……其实我刚刚没有看清楚它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门锁被解除了，门通过，是那个把门打开的吗？因为刚那个闪太快，我根本没看清楚。废弃品，空的。哦，有道上锁的门，门上写的小字 ：EV 通道管理室。说不定可以在这里开启左边深处的门，像是 EX 咖喱棒吗？那什么？为什么突然冒出咖喱棒？我去小鸟那边吧。好落寞、哦，救命啊！小鸟鸟都这么被斩成一半呢，裂成两半了。他好像很无感的感觉，至少。想把它埋起来，过来吧，我带你走。如果他真的跳过来，那真的有问题了，好吗？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埋，还有能埋东西的呢？能埋的东西呢？钉在上面的木板被拆下来，里头弯弯看不清楚。紧急粮食这样没了，是啊，紧急粮食要被埋起来了。好像可以用这个铲子埋在这个地方。不对，这只小鸟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该是这样子，不该是这么可怜的样子。哦，不是吧？他把它缝起来了，完了，他似乎有强迫症，得把这只小鸟治好才行。没关系哦，已经不痛了。我来把我的小鸟修好你的小鸟，所以你到底是男的女的不要讲这种会让人误会的话语啊，大哥不要大姐你的小鸟哦，他真的拿那个裁缝刀去把它缝起来，救命啊，点点点，好了，缝得很漂亮呢，接下来只剩埋葬他了。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对了，总觉得刚才好像从他的肚子里掉出了什么东西，他内脏吗？他脏器吗？救命啊！获得了钥匙，原来是吃了这种东西啊！啊？关他屁事啊！为什么会扯到他吃东西呢？所以那个刚刚那个杀人鬼应该是不会再过来了吧？还是要等一下就说来，我再给你三秒。这应该是可以。地板下的细窄通道往外延伸，
这里是写的 EV 通道开关的按钮，这样就能开启左边深处的门了吧？先不要，先让我存个档，我觉得等一下又要开始追逐了，你知道吗？RPG 的定律掉出来的东西都是某房间的钥匙，是啊，如果这样就能从这里出去就好了，因为 RPG 里面就是要有钥匙啊，不然游戏无法继续啊，拜托不要让我看到鬼。门紧紧锁着，好，我觉得要小心了，各位要小心了，我有种强烈不祥预感。得快点，快点走才行。